可以。自信，自信的相机。我们这一两个月是我们台东的旅游旺季哈。那台东的热气球一直是国际，包括我们整个国内呢非常知名的。那我们呢哈，可以搭这一班的顺风车，希望说借由我们这么多游客来到台东，顺便把我们这一个精致的农业的体验活动呢，让所有的消费者能够了解。台东农。